你说你无单话，我今无这个福气，满都等于插阮家的金玉伴呢。别介绍，咱是知影就好，家知影插袂好，咱就莫共插。你安尼我真歹接对不对？介绍啦，介绍要介绍啥？老宅就是老宅啦，哈！你们插你们插什么花啊？你是看对啦，这个咋样样啦？看到人拢用骂用泪，你实在哦，脾气真歹呢。我今仔日就食着炸药啦，因为我叫一个白目的人欺着啦。是啥物人白目啦？讲我囡仔，啊，我是大人，讲我囡仔，我是外囡仔，哈，是个性较像囡仔着啦。安怎？啊，即摆是。你讲我的代志，你啊创啥物创啥？哎，你嘛真奇怪呢，这我的老宅呢，我的老宅我袂当买吗？老宅嘛是人，人我就看着老宅，哪够你啦？我就是爱买啦，我欢喜就买啦，无欢喜我嘛要买啦，你免看，你看我就好啦。哦，你好老板喽！我连刚才来催你哦。你跟我讲你懂吧？啊，盖勇，哦，你搞我嘞哦，去到单位都拍到亲啊嘞，啊，你盖兵，盖强，你要大细伊都拖嘞，哈，你靠晒你的身体，哦，啊，你用尊用重，你要想讲这边大某，这边细伊，啊，一工安尼揽过来，这边去揽过去安尼，哈。什么情啦？我用你朋友讲话呢，还是下到暗，无想要用人。因为我袂甲你解释，你著家己想，家己丢啊。啊，事实就是安尼啊，对不对吗？是啊。你讲话，你即摆去看哪话？你入去休困啊？我真唔知我要变休困。我要死入去。我叫死入去，我今日要出边来啦。我不你往一边入去啦。你要关头，我要往伊这边，佮袂当你。谁在你啦？你敢咪甲我讲话？我叫看你去，讨厌啦，阿脏啦。丈夫白白死死，我的怀胎出世的囝，讲到少爷就是好爷人囝就是命，讲到我出世做奴才的命就这样不甘心，是不是？